出来，再来。我说带血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大逼。对了对了，手一弹下巴，然后你就倒进去。我绝对会笑场，笑完了笑，左手笑就扇，笑有一大逼兜，对。要不笑是吧？那怎么办？行、啊，哎，你别给我喂了吧，行吗？只能光看看就完了呗。让他看你只能这样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喂这个状态，他开始起梦话了。行，行，行，这人想的更绝，这人想怎么想，你看自己这样，那还吸管，送你龙吸水，行不行？来来来来，哎哎，走走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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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你看到的样子，看看我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因为你们的手术失误，我女儿都变成废人了。我女儿，哎，你们闪开，任先生，任先生，任先生，你干嘛？实际上确实，把你们医院负责人叫出来，谁喝钱？我你吓死了！吓死了！来了，你等个屁就出来了，精神状况难，老子打死你！来，你就一身正气，正看，哎，这医院真的，医院，对，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一看他拿手机录着呢，你这录什么啊？你为什么录？应该是吧？我打起来了啊！没有，最后一说完，俩高朋友亲嘴了。行，我赶着扁。太低了。上班都第一天上班，有人是的吗？你上来就干嘛？你是人吗？上来贼船就干活啊？臭马屁！可你已经在我的贼船上了。自己为师，为了劝进不顾人命，你把车还给我啊！我就是家属，我没车，我就是家属，我没车。你为什么害我？谁害你了？你说那人是谁吗？是我表哥，我表哥那么一个孩子，就是你啊！为了炫技，你不顾人命，给你闯事儿，什么？帮我表哥，还给我！能正常点吗？我行。你要不正常点，待会儿告诉他们松手。手术不是老师做的，是被我搞砸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个混蛋，快跑！我是被打的。我以前都演打人的，后来等我的账。最结棍的是，你发现自己的艺术水平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，在最需要你的时候。晚点吃晚饭，我杀了再吃。喜欢干啥？好，这你。有序。站一下，明天就杀青了，都开个镜头怎么了？不划算吗？来吧，演员情绪好了。演员休息。我家的。
就没了。没了。好的好的，来吧。好吧，来。哈哈哈哈哈！